庶出之女伙同贱奴谋害嫡女，还与亲家老爷私通这样的事情，就算是陈塘也不为过吧。想笑就笑出来，笑我有多狼狈多可悲，整天看着你的影子朝思暮想，闭上眼睛到处都是你。不就是死吗？要死一起死好了。既然我活得不快活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我就是要让家禄被别人瞧不起，我就是要让曼如当我成皇后。上一次我可以放你，这一次我就可以毁掉你。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弄死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蔚来戏剧台独孤天下。